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美国直接介入了越南的印度支那战争。当时越南由北纬十七度线划分为北越和南越两个政权，在美国支持的越南南方，胡志明市是战争中最为重要的城市。然而来自北方的军事力量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属于胡志明市郊区的古支县赴美兴乡，一直坚守着一处根据地。长期艰苦的战争年代，是什么因素使这块根据地可以在抗法和抗美的长期斗争中得以保存下来呢？从胡志明市出发，向西北方向行进七十公里，就可以到达古支。在蒙蒙细雨中，我们看到沿途除了农田和少量的河流外，并没有大片的森林和丘陵。越南南部多雨，但阳光也会不时地穿过云层洒向田间地头。在靠近越南和柬埔寨边境的地方，我们进入了古支地区。在古支外围一片郊林里，我们碰到一个同样是到这里寻找战争痕迹的欧洲旅行团。当知道我们是来自中国的 CCTV， 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正在观察橡胶。这片郊林里并没有任何关于战争的痕迹，他们在这里下车就是为了了解橡胶是怎么在热带地区生产出来的。古支核心区是一种半军事化管理区，也是一座纪念越战胜利的主题公园，它归属越南人民军七军区管辖。园区里特意摆放了真实的大炮和飞机，让观光的人们感受到这里曾经与战争有着某种关系。有着战争经历的老战士黄文杰今年65岁，他首先指给我们看的是一架越战时期在古支附近被击落的美式直升机。那叫他来讲一下。Cái này chiếc này nó bị du kích bắn ra ở trên vùng giải phóng Củ Chi. 在我们的要求下，黄文杰带着我们走进古支的丛林和村庄，好让我们能够接触和感受到更多的战争痕迹。máy móc phái sinh năm 1972 tới đây, chứ cuối năm 1971 đến giữa năm 1966 là vùng này không còn cây cỏ gì sống được.在越战时期，美军使用了化学试剂破坏了这里的植被。眼前这片茂密的森林是人工种植的次生林，行走在树影婆娑而看似宁静的人工林里，人们无法判断在道路的两旁是否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机关。中坦克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是他们就是第一个战场是这样的。原来，在路的两边相隔不远，就有很多用锋利的竹签做成的防御机关，有的布置在茂密的草丛里，有的埋藏在地下的陷阱里。黄文杰介绍说。战争年代这里都是密林和草地，看不出来哪里有陷阱。敌人在搜索前进时，对立的方式都是每隔5米一个人，有时一个陷阱掉下去3个敌人后才会被发现。而这些情景和招数确实都是我们在过去的越战影片中经常可以看到的。管区内摆放着许多形态各异、全副武装的游击队员塑像。上个世纪，古支经历了抗法抗美的战争，以及国内的革命解放战争。战争使古支的军民形成了一整套对敌作战的方式方法。村中专门设置有报警站，
像这样的竹筒和炮弹壳都是村民用来做警钟的工具。对，报警，全部都是报警。这个呢？就是因为炮弹扔了，因为就是大方向声音大一点，因为大方向的十字路口的中心，组织。分给每个家庭都有要做固定啊，固定啊，这要分给家庭的。对，如果每个家庭呢弄到多少，就付这个方带来这里交给军队。哦，对对。通报军队，信息就通到了。哦，看您登记总共多少，要你来交过。啊，眼前这些场景告诉我们，古支居民在努力建立一套牢固的防御体系，以使得根据地不被敌人攻破。然而今天我们走了大半个村庄，依然没有感觉到古支有什么更为特别的地方。究竟是什么防御方式使得在几十年的战争中完好地保存了古支这块根据地呢？这个是防炸弹，把这个枪看看，扔在各个这个有个小空，就是把这样就这里打进去，打去外面。哦，这个小孔也可以打枪的，是吧？没有打枪。原来在村边的丛林里，不仅仅设有陷阱，还有可以藏身和战斗的地下堡垒。这些当然不是一般人能够轻易破解的。从这里我们开始知道，古支真正的防御手段是这些深藏在地下的地道。像这样用土堆垒起来的堡垒，一般会设有四个地道出口。先来看一下古支地道的特点。地道的深度一般在8米左右，第一层只有2到3米。如果是主要的巷道里面，就会设有一个水井，水井既可以取水，也可以起到回收水的作用。那你领粮去，走，我来，走，你走这边，我走这边。啊，这一垒多高啊？不到1米高，不到1米，1米3，就是，我这儿出，你先走。地道内潮湿闷热，它的宽度为60公分，高80公分，这是战争时期根据游击队员的身材设计的。我们看到一位管理区的工作人员能够自如地在窄小的洞中走来走去。由于越南人瘦小的居多，而欧美人身材普遍高大，当年在修建地道时，在巷道宽窄高矮的设计上都有针对性的考虑。丛林中我们遇到几位来自法国的年轻人，他们也对探寻古支地道十分感兴趣。为了激发大家对战争遗址的兴趣，向导引导人们寻找那些隐藏在枯枝落叶下面的洞口。去掉落叶，一个仅为东方人瘦小身材设计的洞口显现出来。洞口宽20公分左右，长40公分左右。那么这些高大的法国青年能够轻易地进入地洞吗？首先接受挑战的是法国青年露西，向导提醒他进地道口时双手要向上举。掌握了方法，露西很容易就进入了地道。管理员告诉他们，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再钻一段地道，在另一个出口出来。然后从那出来。哦 ，OK。Thank you, lady. I think lady in the wall. He says so in the water. Oh, be careful. Yeah. One try more.Okay, I can place the American soldier who tried to.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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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有机不对啊，这机器要马上。Hurry up！Hurry up！哦，古芝地道最初形成在1948年越南抗法战争时期，当时是为了防止法国人的侦察，游击队为了行动隐蔽，便将简单的掩体连接起来。地道总长度不过17公里。今天的法国人对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故事，多多少少也都有一些了解。老人讲的吗？是听亲戚讲的。那看光过书，看过书。对，有本书就是世界，旅游世界旅游，对吧？就是里面都写上的各个国家的名胜古迹，中国的各个名胜。Yes, by books, I was very interested in the Vietnam history, so I read a lot. Yeah, and xem sách báo rồi anh học trên trường lịch sử của mình đi.他在的书上，在学校到底去介绍过这道介绍过的越南的战争，有个他前辈的，是吧？来过越南的，打仗。It's even more impressive when we know that the tunnel has been you know made bigger for the tourists. Yeah. So it's quite hard to imagine how small it was during wartime. Yeah. 以前他在书上了。那这道的古迹这道比较小，他觉得又很难走的，可是我来这里参观的话，我觉得他觉得很感兴趣的。谢谢。咱们。古芝处于越南南部温热潮湿地带，这个地区是坚硬的黄色粘土土质，加上树木根茎发达，可以加固泥土间的连接，因此修建的地道十分坚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至今一直保存完好。古迹thôi, trên cái vùng đất cao chứ nó không qua đồng lầy, đầm ruộng và sông rạch được. 古迹它只有在古迹，因为它现在古迹县了，因为它的位置比较高，没有的水一下。哦，它位置比较高，ở đây so với mặt đất biển ít nhất.cũng cao 15 mét, nhiều nhất là 22 mét. 在丛林中，我们还是很容易看到一些被树丛遮掩着的炸弹坑。黄文杰告诉我们，像这样深达9米、直径达到10米以上的巨大弹坑，就是当年由美国 B-52 轰炸机投下的500磅重磅炸弹炸出来的。越战时期，美军为了摧毁古芝，一共投下了多少炸弹？没有确切的数据。这些炸弹壳是古芝管理局工作人员多年收集的，在古芝地下10米深的炸弹都清理出来了，10米以下的还有多少还无法确定。很多子母弹在当时并未完全爆炸，这样就给游击队提供了反击敌人的材料。美方或者美方不美，那个对，这个小炮弹，他们回去的拿这个用做成自己的武器吧，然后他交放在这个炮弹口里面，然后弄个射到的美国的军营。这一段影像资料就是拍摄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纪录片。游击队员取出未爆炸弹的弹药，制作自己的武器。现在摆放在这里的都是去掉弹药后的空壳，是已经没有危险的空弹。常年放置在潮湿的空气中，连丛林中的树蛙也把这个空洞当做了自己的家。黄文杰告诉我们，游击队员不仅仅利用炸弹来制作武器，
还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像这些废旧的轮胎，游击队员就把它制作成经久耐用的凉鞋，以至于当时有一种说法，判断一个人是否是游击队员，就看他穿着什么样的鞋。采访中我们注意到，老战士黄文杰是一位残疾人，在我们的询问下，黄文杰讲述了一次惨烈的战斗。1966年1月，黄文杰参加了古芝外围的保卫战。当时黄文杰和另外两个战士在壕沟里用 B-40 火箭筒阻击敌军6辆坦克，当他击中其中一辆坦克后，自己也暴露在美军坦克面前，他被美军坦克发射的炮弹炸伤了胳膊和眼睛。在战友的帮助下，黄文杰撤入地道后被送到了古芝的战地医院救治。虽然黄文杰活了下来，但他却失去了一只胳膊和一只眼睛。在多年的斗争中，黄文杰的弟弟也在古芝牺牲了。挂在古芝展览室的这幅地图更能够说明当年根据地地道建设的情况。当时地道不仅仅在根据地有，还不断向外延伸，最前端距胡志明市只有25公里，而且还有的地道修到了敌军的兵营下面。龙游根据龙游重游的根据龙游这是一张地道的剖面图，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地道结构很复杂，有很多地道分为3层，深入地下达到10米以上，向上可以与战壕相通，向下可以通到河底，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立体的防御体系。今天看到的古芝地道群中，我们却很难体会到模型图上展示的那种多层以及复杂多变的地道结构。游人进入地道后，在黑暗中可以比较自如地沿着巷道不断前行，这时你会感觉到巷道中有很多 V 字弯头，这是为防止爆炸设计的挡墙。绕过弯道，你最终总可以到达洒满阳光的通道。今天古芝地道之所以变得简单，是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复杂的地方和更深层的地道都已经被堵上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在一个通道的尽头钻进了一个战地指挥所。古芝在越战期间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重要据点，地道群中最宽阔的地方就是司令部的会议室，8米长的会议桌，两旁摆着10来个凳子，几位正在开会的游击队员模型摆放在会议桌周围。为了防止空袭，指挥所的结构设计的要复杂一些，除了有作战室，还有休息室、储藏室、火房。火房在设计上更为精巧，为了防止敌人侦察，最为关键的是要隐藏好烟道的位置。黄文杰领着我们走出了100米的距离，才在草地上看到了一小股青烟缓缓地冒了出来，就是因为烟在潮湿的地道中通行了一段时间，
然后再回到地面，这样释放出来的烟就不会直直地向上升高，而是沿着地表扩散，像尘雾一样一点一点地消失在丛林里。其实很多游客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火房和指挥所等设施不是修建在生活来源更方便的村庄或村庄附近？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出于人性和安全的考虑，地道总是修在丛林里和村子以外的地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避免村庄遭受敌人的直接破坏。在古之中心密林的外围，也就是一公里的距离，就是一条河。河边上现在修建了休息用的饭店。在饭店吃午饭时，黄文杰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条河就是西贡河，从这里一直通往胡志明市。当年美军和南方政府军经常有舰艇在河上巡逻。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漂浮在水面上的水葫芦，在30多年前就存在。sau này cứ thấy cứ lục bình trâu lên trâu xuống mà mấy cái mảng to to như thế là nó cái một cái dĩa nữa đấy em à, dù rằng nó có biết dĩa nó để nuôi cá đấy. Mang vào trước kia là trong thời gian đó, chúng tôi vươn hở là, phi thường phi thường khó khăn, phải không? Chúng tôi quân đội sử dụng đường thủy phù lũ, vươn hở, vì vậy sau này mỗi mỗi quân đều phát hiện, vì vậy cái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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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ủy phù lũ, nó không quản người nào hay là không người nào, nó nghi ngờ thì nó đã đến đó, nó sẽ nhận游击队员选择的水葫芦恰恰是小面积的，一点点潜水过河，而大面积的水葫芦更容易吸引敌军的注意力，敌人会盲目向大块水葫芦射击。今天在充满着祥和宁静的西贡河畔享用午餐，人们会想到当年游击队员为什么一定要反复冒险渡过西贡河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著名的胡志明小道发生联系，在河对岸70公里就到了柬埔寨，在那边的丛林中隐藏着一条交通线，这就是著名的胡志明小道。越战期间，北方的战略物资和100多万作战人员源源不断通过小道来到南方的各个战斗地点，而古芝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根据地，也是北方军队能够进攻胡志明市的一个最有力的跳板。这就是多年来敌军不断轰炸、封锁和进攻古芝的一个重要原因。Củ Chi thì nằm ở phía tây bắc của Sài Gòn, mà như các ông biết là đây là cái hướng từ Sài Gòn có thể đi lên miền tây bắc và đi sâu vào trong lục địa châu Á, Đông Nam Á, trong đó bên cạnh chúng ta là Campuchia, là Lào và Thái Lan. Vì vậy cho nên đây là cái vị trí có thể nói là án ngữ phía tây bắc của Việt Nam, nếu như từ biển vào thì đây là cái mặt trận án ngữ phía tây bắc. Và trước đây khu tây bắc thì cũng là cái khu rừng, cho nên là các khu kháng chiến
của Việt Nam thì đều nằm ở phía này cả. Vì vậy cho nên là Củ Chi cũng như là một cái cánh cửa, nếu như mà ở đấy gọi là Việt Cộng muốn tấn công về thành phố Sài Gòn thì cũng phải lấy cái bàn đạp là Củ Chi. Còn nếu như quân Sài Gòn và quân Mỹ muốn tấn công vào chiến khu của cách mạng thì cũng phải đi qua địa đạo Củ Chi.如今战争已经结束了30多年，而古芝地道指挥所旁边的火房又在开火做饭。今天的主食是木薯，这些来自于欧美的游客品尝着木薯蘸白糖，感觉到味道美极了。他们可能不会想到，战争年代依靠木薯充饥的游击队员在古芝坚持战斗了几十年，一直到越南南北最后统一，而古芝最终也没有被敌人攻占过。